创作、制作等等方面一些小故事，我们不能放过他哈、啊。稍微再喝口水呗。没事，那个 ship 那个 music video 啊，那个 music video 那个概念不是我想的啊，这个我要跟大家澄清一下。整张专辑的整体的那些别的事，比方说 I need you， 甚至自家贝贝哥我自己来 ，I need you 是我自己，甚至来当导演来想策划故事啊什么的。当然了，也有我工作室的所有小伙伴们对我这张专辑，其实有时候我也表扬一下我们工作室，真的给力。完了以后，像 Shim 他是其实是导演，是把那个所有的分镜什么拿过来啊、给我看，然后我只是说哦，我觉得这样也可以。你选择你挑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刚刚开始想要的 Shim 的感觉，跟到后面拍出来一些很多有的效果什么不尽如人意的时候，只能是舍弃。嗯，所以其实大家看到的戏不是第二版，对，所以第一版的戏不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大概大家都不知道。那、好吧、就是我们只知道最好这一版就可以了。对对对。啊、那今天的艺兴也是非常有幸，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所以呢，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小惊喜哈。哦呦，哎，第一个小惊喜了哈，在我兄弟的怀里都藏了好久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见。这三张呢都是今天艺兴中午的时候紧赶慢赶回到自己的家里头，然后亲自做了一盒爱的便当啊。那艺兴你要不要自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头做了什么东西？这里面就是做着这个中国湖南长沙的名菜，叫辣椒炒肉啊。然后呢又非常的慎重的选择了几个展示辣椒炒肉的姿势，哎啊，今天呢要分享给大家啊，这是一种美食成果到最后的一种喜悦的分享。艺兴你看看现场的朋友们，你有没有哪个会觉得说，首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睡衣主题啊、对，首先要表扬穿了睡衣过来的每一位啊，所以今天的这几张照片首先是从穿了睡衣过来的这几位啊朋友里面开始选择。哎，你们也不要不要哦哦哦，你们下次也按照这个主题，他们要穿什么你们要穿过来吗？他们说了，他们睡觉的时候就爱穿这么多、哎、用博哥的一句话说，你们是客人，我是主人，主人当然可以随便一点哦。好了好了好，那了了，那这三张你看，第一个你觉得最有印象的睡衣装扮，每个人我看一下穿睡衣的啊，来展示出你们的睡衣啊。你睡觉好辛苦啊。哎，我记得刚刚好像有一位来自日本的友人是吧，啊，他也穿了睡衣是吧，是穿那个和服的那个是吧，不是不是不是，是日本的友人啊，给他给这个兔子一个吧，这叫近水楼台啊，这真是近水楼台，我再找一找剩下的，然后给哇好近啊，小心啊，也是睡衣啊，然后最后一个呢给那个后面 啊不是你们好眼花了好几个重影似的，你看看最后这一张照片，做饭的照片。哎，等一下，你们大家就把手举起来，先别安静，让我看一下吧。不要晃，不要晃，不好找准，你知道吗？哎，你们那四位是穿的是什么？道袍啊。啊？好，那我把这张照片给你们四位，你们自己分配一下。又要反了。要不我帮你啊，麻烦了麻烦了，谢谢了，这是谢谢艺兴用心了，今天呢这是艺兴的第一个惊喜给大家礼物，好，另外还有一个惊喜，大家看到照片里头那一份爱的便当啊，中午刚刚才做好，艺兴也趁热乎精心装盒打包之后呢，哇，拿到了现场，哇，那我帮大家，要不艺兴给大家拆开看一看是不是原物啊，这个呢是真的是我做的哦，而且是艺兴回到自己的家里头做的，所以在过程当中有家里人帮忙吗？啊，有，我
说的有是比方说切，因为切一下就是说家人、其实我这都是对我来说都是小意思。哎，我们中国人称说什么放酱油少许，这些少许是你自己拿捏的吗？当然。哇，哎，这个爱的便当，热乎的爱的便当，还有蒸汽露水在上面的哈。首先啊，我跟给你们示范是可以吃的。好，那接下来这个便当想跟谁分享？哇，这个就难选了，这个真的。也有很多标准，比如说谁的衣服。这里有组团来的吗？组团来的。500个人一起分啊，一人吃一小口。你拿来交换是吗？哇，你怎么那么的鸡贼？哎，我们刚刚前面的，我们刚100位签售的朋友，因为拿到签售了嘛，就把这个好的这个福利让给你。他们说没有，没有。你们这群真眼瞎！哎呀。好了，哎，抽号码吧，有号码抽可以。那这样的话，我们哎，一心，我们把这个交给命运来安排好不好？我们跟以前一样，我们把每个票根的那个抽奖箱拿上来。好啊。还是说你叫，你自己选。一有多少个号？哎，有抽奖箱，500号都在这儿。第一种啊，直接抽了，直接抽吧，直接抽吧。好，抽了。我七排在哪里？七排在哪里？听上去好像鸡排。这边是几号？这边是1号是吧？这边是几号？这边是小数。好，你们现在一不是你们。啊，小号码的七排的。七排的。2号。你要说不是2号啊，就是2号。就是二号。来，还有这个包裹，这个曾经。好了。哎，你们可以找他去尝一下，到他家一起吃。好了，这是我们的票根哈。好，谢谢我们高颜值爱自拍、华为 Nova 2对我们本次活动大力支持啊。除此之外，我们立新还有惊喜送给大家。这个惊喜就不得了了啊！有请我们老师上道具。什么？啊，你不知道啊？你是懵的吗？不知道。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是睡衣哈，我们说了睡觉的时候最想做什么，最爱做什么，最适合做什么。我们通常呢在小的时候，婴儿时期，在 baby 的时候会希望妈妈哄你睡觉啊，然后呢会唱一些小夜曲。所以接下来这个环节，我们就是要一心给大家来唱一唱我们属于贝壳们的夜半小夜曲。哦，就要在这里是吧？哎，我们可以电动，可以推到舞台前去来哈。这是电动的，哦，洋气的很。它是可以动的，是可以动的，移动舞台。没有吧？它是可以推的吧？它是要推的吧？是要推吗？你别、啊、这，对啊，啊对啊，当然要出去了，不出去就看不到了。我要前面一点，来吧，我们一起。哦，这斜着往前推哈，斜着一点，辛苦老师。往前，看，不然他们看不到。不是，要转换一下角度哈，转换一下角度啊，大家稍安勿躁。哎，今天是要搞一个小夜曲是吧？对，就是。比如说刚才有很多这些音乐的想法，包括他们进场的时候提的这些问题，我们按照惯例啊，去年的这样一个模式，我们通过旋律的方式来回答大家，我觉得好不好？啊，看来这趴已经不知道啊。斜着推啊，对，斜着推，好，还要再前一点吗？还能往前吗？不能往前是吧？来，这个上。哎，这好几个键盘。来，那个，请老师上一个话筒架。可以先试试音啊，然后你也辛苦我们老师把那个我们每一个贝壳进场的那个背板。等待，哦，等待回家。
因为我们去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广州场的时候一心的跟粉丝之间互动的一些元素和内容我们就写到了这第二胎的专辑当中，所以说今天我们希望大家也各种配合一下，没准哈在下一张专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今天参与的影子。你说过我们要一起走，然后各自幸福。今天呢，我们要多加一句，然后各自富贵。就此，你有什么样的答案要给到大家？牵手完以后不把专辑拿下去我们就不能做朋友。其实哦，其实我好感谢你们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把这首歌送给你，对你说过 Night on my bed。好温暖呐、啊！然后还，我觉得问一个私人的问题吧，我觉得他们应该比较想知道，说一心，你的人鱼线还好吗？什么是人鱼线呢？我不太晓得。我今天好开心，刚才音乐，我觉得刚才音乐。我的人鱼线现在不见了，啊、你说怎么办？想不想知道这个原因，是因为好吃的东西。我的人鱼线现在又在长，每天早睡早起，每天回到健身房里去健身锻炼。如果你想看到我人鱼就可以去看 Lose Control。 如果你还想看我的人鱼线，你可以去看一些拍了的杂志。哎，
人说杂志可以修哈、啊，但是前几天我看一心有心的视频里头，林炫真的是还在哦，很性感的。视频里，杂志可以修，相片可以 P， 但是我的人鱼线是真没有。现在，不过你想看，只要给我点时间，一定再次给你们出现我的人鱼线。好棒啊！没有成功的传吧，他给我们秀一秀。来，我们继续看看，一心要不要你挑一个？啊，这有一个我觉得特别好，他说，你的粉丝不只是学生，请关爱一下老年人。多大？我看一看这是哪个朋友。他说，你的粉丝不仅仅是只有学生，还有老年群体，请关爱一下老年人，给一点温暖。关爱一下老年人啊，多老算老？二十周岁以上算中年，对吧？25岁以上的粉丝给他们送首歌。那你说多老算老？35。50啊？你多大了？22。49。你年轻。对啊，我觉得你们都还挺年轻的。那就送给粉丝们吧，不管任何年龄阶段的，关怀一下他们。好听啊，好听，非常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回答的那种问题啊？你要不自己看看啊，这个这边近一点的挑一个，右下角作弊啊。每次啊，我们这个写给心迷的两首歌很好听，但是呢技术难度太高了，是的，他们想说给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能够控制好 control 好这两首歌的技巧，有没有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你要买一个麦克风，然后你要有一个录音棚，然后你要有一个录音室，然后你要有人帮你剪辑。如果你找我帮你来编曲，我又会变得非常非常好听。只要你喜欢，只要你喜欢，我愿意为你编很多很多好听的歌。哇，这首歌也是，哇，好棒啊，超满意的。来，再继续。想编一首好听的歌，首先要学编曲、yeah。如果你想了解如何编曲，首先你得懂乐器。你要分清楚高声部、低声部、中音部，然后你再去学乐器。然后一天，然后又一天，慢慢的成长。你会发现总有一天你可以找到你的style、yeah。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在
什么时期都一样，每个人都在不断成长，所以好好努力吧，我的 expression 们。刚才我在这里都看到很多就是莫名其妙的语言，有什么妈妈爱你啊之类的。但是呢，我觉得想给一心出一个命题作文，就比如说关于比如说妈妈的菜，妈妈的味道，比如说那个你回到家，你最怀念的最想吃到妈妈给你做的必备的菜是哪一道，这个菜的味道是什么样子的，什么感觉，有多想，这些心情可不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好啊。有一种菜叫做妈妈的味道，有一种心叫做妈妈的真心，可是可能因为我们还太年轻，却不知道去珍惜。有一种爱叫做妈妈的爱，有一种情叫母子感情，我不知道他能在我身边陪我多久，我希望我不要让自己后悔好好的爱他。我喜欢吃我妈妈为我做的菜，我喜欢吃妈妈的菜，我喜欢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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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的爱，我喜欢吃我老妈做的菜，我喜欢她每天给我的爱。其实啊，歌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你知道吗？玩着玩着，这首歌就出来了，然后再把它做出来。嗯，这今天这个时刻哈，一心会记得，我们每一位在场的我们的心迷都会记住今天这个时刻。那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华为也会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礼物，大家在进场的时候也在拍了照片，所以接下来按照我们以前的惯例，我们的大屏幕上会滚动出现大家的照片，一心说停，停到哪位就会送出我们华为的一份小礼包给大家。来，大屏幕请转动照片，停！哦，如鱼在立场。啊，这就是大家在进场的时候拍的照片。恭喜他获得我们华为提供的我们的精品小平台，在此也感谢我们高颜值爱子班华为 Nova 2对我们本次活动大力支持。啊，一心，最后的时刻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留出一个精彩的瞬间。我们来个大背拍，好不好？哎，嗯，什么大背拍？背拍嘛，跟大家一起集体合照啊。我还以为，哎，还有时间吗？有没有还可以写一首歌的时间？有，可以的哈。OK， 来，只要你愿意，那就再来试一下，试一下还有什么可以玩的东西吗？其实我觉得我知道，吉他好，吉他可以。哎，一心啊，我们知道你自己在创作的时候自己有好多小曲库，那今天这个场合能不能把某一些旋律和曲库的一些小的东西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哎。来吧，很沉是吗？这装备蛮齐全的。我们后面还有三角钢琴，开个玩笑。我这椅子还有点摇曳是吗？可不可以换一个结实点的？不行，我就坐这儿死球。你下来吧。坐最外面吧。要不这样，咱们到台下去。行，脸都打完了。啊，好了，我们来做歌啊。
我心里好开心哦，今天看到你我觉得自己好 happy， 谢谢你们支持我音乐的路上的努力，谢谢你们支持我的一天一地。哦，哎，今天跟吉他比较合适，你知道吗？今天跟吉他比较合适，所以唱得还不错。谢谢你们陪在我身边做的每一点小事情，我们把爱凝聚在了一起，还不错哦，来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每一首都好听。刚才我们说了二胎有没有就是那种要女娃嘛，对吧？那就那种情感的这种潺潺流血当中，如果说比如说哄女生啊，哄妈妈开心啊，你会用什么方式去表达呢？要不要一个特别的方式给大家说再见，用音乐的方式来给大家纪念一下今天我们这一个下午在这里欢乐的时光。哦，对不起啊，真的陷入这个创作的过程啊。我希望你们可以学会这首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一起唱这首歌，好不好？我们用拉的方式，对吧？难吗？难。听一下啊。
多吗？再来啊、哦。OK。你啦啦哆啦啦哆啦咪咪嗦咪。OK。拉一下来，一二三，走。啦啦啦啦啦啦啦。没有啊，好了，好了，他们难为大家，对他们比较有压力。我们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再去检验大家有没有学得很好，对不对？这个真的好，对。来，最后时间一心，给大家 say goodbye， 用今天你独特的音乐的方式。我就没有想说怎么结尾。哎，我有一次在那个天天向上就编了一首歌，不是编了，就是随便即兴发挥一首歌。其实这首歌蛮好听的。在这里献给大家。I wanna say I love you, but I can't find the right tim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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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you're so beautiful. Oh, oh, oh. I love you, I need you.陈艺昕，来，把这个甜蜜时刻我们用相机拍下来，用你的华为 Nova 2，来，大大的背拍，来，哎呦，谢谢，谢谢。我们去舞台前去吧，这样给大家脸能够拍得更清晰一点，好不好？好、哦，来了，咱们什么？什么？广场舞老了不太搭了，我们正宗很 fashion high level 的广场舞是我在说假话吗？等你老了一起跳广场舞。你老了一起跳广场舞，老了放哪一首歌跳？你们觉得哪一首歌跳？吉他可以吗？可以。你别说，我看到网上有一个那个傣族舞啊，就是还蛮合适的，哎，这个，所以咱们要有民族，我们中国的民族的自信，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厉害，好看。把我的舞蹈编成傣族舞了啊！就是傣族舞，好合适啊，很性感对吗？你要不要再尝试一下？千手观音的这种姿势对吧？没准我们可以创作一下哈。来，这下麻烦我们老师把现场粉丝的面光打开，一起露出我们的面庞好不好？谢谢我们的光老师，把那个长灯看一看。上舞蹈，没事。好了，各位啊，三。二一，哎，没反应，没反应吗？按那个白点哦，这是录像。哎呦，哎呦，有意思，这个那个，手机来，耶，这个录像会还是拍照片比较合适吗？首先我们看右边的粉丝朋友们来，嗨，然后看中间的朋友们嗨，嗨，然后看左边的朋友们嗨。呦呦呦！哇，这可以截出很多张照片来了。其实啊，这个我们把这个就用这个视频来代替照片吧，因为照片很多人就是看不到，这个还可以看到自己，对吧？就上下左右都能扫到的意思。对啊。来，我再走一走。呦呦呦！每一位啊，你看。小心！
这个，然后中间的这个网红的朋友啊，来来看一下，看到了吗？哎呦，有点抖。什么？什么？发微博。什么？发微博。狼外婆。发微博。啊，发微博啊！你这胆子一点都不小。好，谢谢谢谢怡馨哈，以上欢乐的时光总是这么的短暂，现在时间说拜拜。怡馨来给我们今天在场的每一位来到长沙你老家的这些贝壳们说 goodbye。 好了，在这里啊，首先感谢大家到来，先感谢大家到来，谢谢，谢谢，给自己鼓个掌啊。完了以后，谢谢所有的保镖大哥、保安大哥们啊，他们维持现场的秩序，大家都辛苦了，谢谢各位，谢谢，谢谢。也谢谢我们帅气的主持人啊，不，我应该的，谢谢。也谢谢我们帅气的主持人哥哥，谢谢，谢谢。谢谢现场所有的音响老师、灯光老师，我还从来没有感受过啊，这我们都这么多灯光一直在打来打去啊。对，就是为你，我们愿意啊。好了好了，谢谢所有在场的来签售会的歌迷朋友们。然后刚刚有一个男歌迷朋友跟我说了一个，把不忘初心改成初心不锈。是吧？我觉得还蛮厉害的，不朽啊！好吧，你们要不朽就不朽吧，你们大嘛，好，可以。好了，在这里感谢大家，期待下次见面喽。再见。好的，谢谢雨欣，拜拜。好的，再次感谢高颜值爱自拍华为 Luma 二对本次活动大力支持，也谢谢我们今天每一场的。好，还有什么？再见。好，八哥。好，再见。谢谢我们每一位朋友。